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麒麟舞，当时也是宫廷的，在宫廷给皇上演着看的，知道吗？它发源于等于是我们黄华市齐家坞，发源地是，主要耍的人员就是什么呢？一个人踩着高跷，就是他这个高跷等于是你看了吗？都是有腿子的，然后踩着半米多高的高跷，然后架着这个大铃，然后后边嘛有一个人，就是说在公式的在后边逮着那个大圈，在装尾巴，是两个人配合完成的，动作。在场的时候啊，等于是我们是六个麒麟嘛，要有这个摇头啊，摆尾啊，就是说这些动作，然后一气呵成，基本上。再嘛，这个还有是什么呢？啃挠痒痒、啃痒痒什么的，很多等于是表演方式吧。里边吧都是，你看了吗？都是竹镊，都是竹镊子，你知道吗？竹镊子，这大圈就是宽厚一点的吧，这是铃铛，是吧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镭射纸，然后你看这都是搭的时候都是一片片的鳞片，绞出来之后呢，然后就是用机制缝纫机又都缝上了鳞片。腿子来说都是用那个硬杂木，基本是有槐木，你是我们以前单腿的那个扁担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主要那个材质最好了，它有一定的柔韧性，再嘛呢，它等于是不易劈裂，这个等于是它大圈什么的主要都是用竹制品，都竹子加那个铁丝什么的杂制的，然后就是外边那个皮鳞皮来说都是布料的，再加上那个麻，还有什么镭射纸，就是这么。这衣服腿能用多久？这一副腿子应该是三四年吧，基本上三四年，用到三四年，然后定期的也得做检查，每年看看蹬蹬踹踹啊，什么不要坏掉，因为它木质的还比较轻啊。你用别的，你说高跷来说吧，也都是木质的，没有别的选材。咱们说别的竹子什么又不行，这只能说是用这个硬杂木。主要是以槐木为主，我们基本就是元宵节，元宵节从14、15、16这三天，主要是平常就是说我们那边有个冬枣节啊什么的，参加一些这个节目什么的，然后呢有什么特大的项目什么的我们参加。